一路陪伴，提醒家己医生，感谢妈妈，一鞠躬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加油！加油！为人好。动算，来点灰，动算，来点灰，动算，点灰，点灰，点灰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做咱的总统啦，咱的大心点，动算。感谢大家，因为在这场的选举，我们一直在跟自己在比赛，因为一路对议员到立委，我永远没忘记你，我永远在是最艰难的当中，大家给我温暖。在我议员，我是用我们的妇孺保障当选，但是在我第二届连任的时阵，我是第二名；第三届连任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我是第一名。所以会当讲的，因为咱姐姐雄心时代对我的支持，所以天威一路拼。到我2008年立委的时阵，大家拢知影，现场有偌侪人陪我做伙行，行破几落双下。大家认为那场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赢一路到赢943票，再来第二道我们赢5万几票，到第三道赢9万几票，到第四组我们是全国得票率第一名。我们都是跟自己在比赛，我们要跟大家说，田威永远永远都用最高的指标跟目标在鞭策自己。这次田威选到一个在我内部所有资料评估资料出来，我们是7比3，目前后面因为很多人知道北区是有贯穿的，北区是有贯穿的，所以是我们目前我们有7比3这款的成绩。田威跟大家报告，报告说田威当选啊，来田威当选，所以田威要跟他们说，我们会继续拼，继续努力，因为大家永远是我的后盾。田威可以有非常战力是因为你，田威可以变成非常女力也是因为你，你就是田威永远的后盾。我们做伙继续行，做伙继续拼，行咱未来更加大的目标，大家讲好吗？好，好吗？好，好吗？好。咱得到国会3大评审的第一名，咱所争取的经费也是全国上多，绝对无让咱乡亲时代落去，绝对无让乡亲时代落去。所以，无论是因为政党的因素，还是有任何其他因素，但是最艰辛的就是每一位咱手中关键的选票。再次感谢，最了解咱台湾的是陈廷辉，最了解台南的也是陈廷辉。
冤冤枉枉甲台南徛到底的嘛是咱协会，咱做伙拼，咱做伙为台南加油，咱做伙搁为台湾加油，咱永远都是甲咱徐荣金时代徛到底的单铁盔，非常努力，陈廷飞，感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是的，一路的变化，铁盔甲你医生，甲你妈妈，一支枪。